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3月19号，星期二，农历是2月13。好，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喂，你好，师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师傅，弟子向你请安。正想不到打通了电话，谢谢谢谢，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嗯。哎，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一个65年属蛇的男的。65年属蛇的是吧？哎，是是是，想问问他的健康。他刚刚做了那个膝盖的手术，想问一下他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对了对了，我告诉你，他两根筋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筋啊，大腿的筋啊，听得懂吗？听得懂。他的膝盖骨、啊、因为他膝盖骨我看换掉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异物，不是原来的骨头了。嗯，哎，对对对，他刚刚做了一个大手术、嗯、那个膝盖的，本来说先开、嗯、本来先说开一个小手术，后来呢那个医生呢帮他做了一个好像做了5项，帮他菩萨保佑他做得很顺利。嗯，你要叫他就是好了，换完之后也不要太累，也不能经常啊、大运动，大幅度的运动都不行了。嗯。哎呀，他也不听话，真的。嗯、我因为他是西人，所以呢就、啊、我跟他说一下，然后让可能让别的师兄跟他再说一下，因为他就是不动，他就好像闲不下来。动没关系，不要剧烈的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嗯，好吧。嗯，要给他，好的好的，你给他多念点大悲咒吧。嗯，他自己会念，而且他也许愿了念那个小房子。啊，他念了那个21，他是许他念了21张给他的那个手术，然后之后又念了，又许愿了49张，在六个星期之内完成。怪不得。嗯，对对，都是他自己念的。我说，怪不得手术很顺利呀、啊，嗯。真的非常的顺利，菩萨保佑。他那天做了手术之后呢，醒来5分钟就不停的念自己念大悲咒，之后呢那个护士过来，他还要护士拿那个冰淇淋给他吃。真的真的很好，还是小妹。嗯，真的菩萨保佑，而且很多师兄很发心帮他助念大悲咒。嗯，太好了。嗯。嗯，是的。还有师傅想帮想问一下他的那个前列腺，还有他的那个，因为他以前那个左眼睛那边开过手术，因为以前有个瘤，但是现在我看他的眼睛呢，他的那个长来长去，以前他说他也有这种情况，而且他现在咳嗽有咳嗽很厉害的。嗯，叫他继续要念往生咒啊，过去啊活的东西他打死过很多活的东西。对对对、嗯、他以前帮人击杀过那些鸡、嗯、他以前不懂。哎多一共要念多少呢？然后那个可以一次过念吗？那个往生咒很难的，他念的多了，他这个往生咒大概要念3200遍。嗯，3200遍。嗯，好的好的、嗯、这个许愿一次，然后以后就每天都要念是吧？49遍。 嗯， 嗯，49遍每天要念，好吧？嗯，好的，好的。好，你看那个前列腺怎么样呢，师傅？前列腺现在没有扩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有点肥大，还好了。嗯，肥大。因为他就是经常上厕所。对啊，小便滴滴答答不干净啊！啊，他的肾脏，对啊对啊，你叫他补补肾脏吧，肾脏。补补肾脏。嗯。他现在就吃那个叫什么？那个前列康叫什么？前列康。哎，要吃那个前列康啊！哎哎哎，前列康，好吧。嗯，好的，那知道了。嗯、好，麻烦师傅帮他看一下他的莲花好吗？他就是那个就去年在纽约拜师的一个唯一的那个那个新人，就是28972。还在啊，还在，嗯。嗯，还在是吗？嗯，去年好的好的，纽约拜师好像2-3个人了，好像新人有2个吧。嗯嗯，你有跟他说，就是让他现在身体健康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就他那个佛也很深的。嗯，当心健康是吧？对，其他没什么。我好啊，其他没什么。嗯，那他一共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给他的药精。小房子慢慢念吧，他的身体恢复至少要念180张吧。180张。嗯，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那明白了。好了。好，感恩师傅，师傅你辛苦了，谢谢你啊，谢谢，拜拜。喂，你好。Hello。你好。喂，你好，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哎。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给弟子打通电话，谢谢师傅。哎。师傅，我是1977年属蛇的。哎。哎，您看一下，就是今年我在现在所在的城市呢，就是找工作。总是呢特别不顺利，弟子就想是不是应该回去东部看一下，您帮我看一下是不是今年要做这个事情呢？你这孩子啊，外表太高傲，听得懂吗？嗯。讲话太骄傲，你自己不知道，这孩子要好好要放下一点的。嗯。是在同事之间的时候讲话太骄傲吗？太冲了，太冲了。嗯。你自己不知道，没人会讲你的，只有师父会讲你。嗯，人家谁也不愿意得罪谁。我告诉你，有人挤你呢。是之前在那个公司。你要记住为什么会挤你，人家不会无缘无故的，总是你有表情啦、动作啦、语言啦、做事情啦。你听，你要好好的改变自己的，你否则到哪里都会被人家挤的。好的，师傅，弟子。你真的要好好听话了，要改了，谦虚一点，什么事情。同样做一件事情要放下自己，你学佛人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去斤斤计较呢？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是斤斤计较，一句话啦，一个事情啦，一个动作啦，马上敏感的不得了，你这么敏感对你不好啊，小丫头啊，要改的，真的没人讲你啊，只有师父讲你啊，你毛病一改，你到哪里人家都喜欢你，我觉得你暂时先不要换，不换地方，可是一直没有工作，师傅。我看一下啊，嗯，你几几年属什么呢？1977年属蛇。你还有两个 interview 吧，你去做做看吧，好吧？两个 interview 你再去试试看，你可以找得到的。现在，可是现在弟子发了很多的简历，到现在都没有回音，都没有消息。没有消息的话，你可以想办法托人呢，打电话呀，或者想其他办法。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应该还有两个机会，你去试试看吧。嗯，好，那你的简历重新写啊，不要太高傲，好吧？简历也有点高傲啊，都有。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就要彻底改变了。师父跟你一接触气场就知道，这小丫头高不成低不就，你一定要改毛病了。我要不是你的师父，我也不敢得罪你，这么凶，老实一点了，听得懂吗？师傅，您看弟子就是在公司里很凶吗？对呀，用不着讲的。我跟他们处的时候，我觉得我、哦、是啊，我觉得很好。然后你觉得你觉得很好？你觉得你脸上有东西看得见不啦？嗯，看不见。好嘞，我问你一句话，有谁真的对你好啦？公司里有谁跟你好的不得了的有不啦？没有。没有吗？好了。后来这个公司就是比较，因为去的时间比较短。找理由呀！找理由呀！过去的公司做得长了，好的，跟你说的，自己毛病不知道的，要好好改了。弟子以后好好改，好师傅。讲话呀，做人呢、啊，都要注意谦虚，真的，你否则的话，你跟自己、跟人家 interview 啊，什么东西都会有问题的，你自己一定要改毛病。我是跟你讲了，你现在在这里还有机会，你再试试看，再找找看。不行的话，你到4月底再走。4月底。嗯。再等一个月是吗？对啊，你4月份应该还是找得到工作的呀。那师傅，您帮弟子看一下，如果说弟子真是就找不着，如果要离开的话，那东部几个城市，像 Brisbane 还有悉尼啦，还有就是哪个地方最适合自己弟子的那个工作呀，还有生活？当然悉尼了，悉尼嘛。很简单了，悉尼嘛工作多呀，大城市。好贵哦，房子很贵，住房很远，很贵。嗯，没有办法，那你就到东面嘛，东面布里斯本也可以啊。是，布里斯本还 OK 是吗？可以去的呀。就是您看这个悉尼比较是比较亮嘛，对弟子来说，然后布里斯本是吗？对呀、啊，你可能会找到一个像比较离悉尼稍微远一点的。像那个偏北的方向的地方，你是说那个公司是工作吗？啊、如果是去悉尼的话，啊、你可以继续发的，你不要
不要那个呀，经常发，发了一遍再发一遍、嗯、再问一下没关系的呀。是师父弟子还没有开始往东部发简历，还是在这边发，但是就是从今天本来想改改简历往东部发的，就是不知道要发到哪个地方去。都可以，哪个地方有就往哪个地方发，很简单，你现在要好好改变做人呢。我就跟你讲了，你要是毛病不改，我跟你说你到哪里都一样。我为什么、嗯、我你不要跟我讲，你不要自己不找自己身上的毛病，老觉得外界环境、嗯、你这样修不好的、嗯、跟你说弟子知道了师父，一定好好的。嗯，真的，好好的。你我跟你说为什么人家都这么顺利，人家不是没有人家的道理的，就跟你说你自己真的，我跟你说了，你就是岂不瞧人别人，我有吗？你说说看，你有几个人在你心中放得上位置的？你要听师父话，你好好求求菩萨，而且网上不要乱看东西，要念经就好好念、哦、不能看任何色情的东西。没有看色情的东西师父，现在微信也怎么不敢看呢？你现在不要跟我讲，护法神都看着你的、嗯、你说不看、嗯、你就跟菩萨讲我不看。你要是看了、嗯、你在电话里有面子有什么用啦？你跟师父讲你骗我好了，护法神间看了他不会给你工作的、嗯、你不要开玩笑好吧，你以为学佛是开玩笑的？好，师父弟子，那弟子反省一下，弟子以后什么都不看了。跟你说了，你要许个愿你很快就找到，你自己这个事情要断草除根的、嗯、真的要斩断你的情思，这个网上经常这么东看看西看看，真的会害自己的。再有本事我告诉你，护法神不会给你工作。我讲一点给你听听，任何找工作的人只要求菩萨，菩萨就给你挂号，基本上都帮你的。但是护法神一发现你有这种邪淫啦、思想啦，或者犯五戒啦，很厉害啦，他马上就不会给你顺利的。嗯，就这样。 OK，那自己许个愿吧，很快就来了。好，那如果说就是到四月底，如果说还没有消息的话，那弟子就对啊，就走了，准备走了，离开。那如果离开的话，这边的房子卖房子的话，嗯，那卖房子啊，你们出租也可以的呀。嗯，租不出去你就卖，就只能这样了、嗯、听得懂吗？到时候自己就随缘了是吧？啊，卖呀。否则这钱会卖的，不会租的，会卖出去的。租都可以啊，租得出去就租，租不出去就卖。嗯，你自己要吃苦啊，你这个人不能不吃苦的啊。我已经跟你讲了、嗯、你的命根当中有只有一次到两次的财运，其他的时候财运都不多的。哦，我跟你讲话你心里现在最明白了。对，弟子一直都是没什么钱。哎，好了，听得懂吗？嗯嗯，就是啊，太厉害了呀，人太厉害，没钱的呀，人太厉害了啊，没有众生缘呀、哎、跟你说了，我跟你说你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哦，真的嘴巴不厉害呀，你去问问你的朋友看谁敢讲啊，真的讲话嘛、嗯、又干脆又利落，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伤人都不知道的哦，自己好好改毛病了，没人再讲你了。好了好了、嗯、听得懂吗？师傅您帮我看一下业障比例吧。24。嗯，哦，好，谢谢师傅。嗯嗯，好了，自己乖一点啦，好好念经啦，不要这么自私了、okay. 活在自私当中的人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我告诉你，明白了吗？哦，弟子很自私吗师傅？你还是我啊？你自己不了解你自己的，你问问你周围的人吧，好好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吧、嗯、看看哪个男朋友跟你拜拜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全部都是师父要跟你讲的话，只有一个男人要离开你的时候他才会讲真话，把你骂得体无完肤还不知道啊、嗯、自己毛病不知道的。好了好了，你不知道、嗯、你觉得你很好是吧？嗯，没有。 你是不是很好？你很好怎么没有这么多人爱你的？你现在告诉我你身边有几个人爱你啊？嗯，我不要你跟师父比了，对不对啊？嗯，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了，你爱过几个人，你对几个人好过，你就知道人家会爱你怎么样。嗯，
好好改毛病了，真的很可怜的、啊，还觉得自己很高傲。你敢跟师父讲出来，弟子很骄傲吗？这个人叫无知，叫愚痴，听得懂吗？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骄傲不骄傲，跟你说了，根本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毛病，这怎么修啊？你告诉我啊！你太骄傲了，你的写文章啊，或者你去，包括你 resume 这种东西出去的话，人家都成龙字里行间都能看出你的骄傲。我告诉你，那些人都是很厉害的人，搞人事的人会不厉害的？哼，好好求求菩萨保佑，好好改改毛病了。OK， 你不要不卖账了。我告诉你，除了师父，没人会这么讲你的。你花钱，人家都不会这么跟你讲的。好好改毛病啊！想想过去男朋友走的时候把你骂成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你是什么块料了，还自己不卖账了。像你这种人会承认自己错误的，你会承认缺点的。你跟几个人承认过缺点？你讲给我听呀。你跟你爸爸妈妈承认过缺点不啦？嗯。好好改毛病啊！不在一起，不在一起你会承认的，在一起你也不会承认的，还要找什么理由呢？好好改毛病了。真的 ，OK， 听得懂吗？你已经没有人会跟你讲真话了，只有这么个师父还跟你讲讲真话，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好好想一想吧，重新做人，在菩萨这里好好忏悔，你才会得到新的人生，听懂了吗？为什么会哭啊？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人关心你了，那才是你师父真的在关心你，外面的人管你个魂呐、啊！听得懂了吗？要好好改毛病了，真的，自己苦了还不知道，一定要改啊，真的。你要看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都很自负，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吃了多少苦啊，你现在还在吃苦，你听得懂吗？听懂了。嗯，乖一点呢，菩萨会保佑你，菩萨永远会帮助一个会悔改自己的人，菩萨不会帮助那个不肯改变自己个性的人。好了，多求求菩萨，菩萨是有求必应的，你相信不啦？相信。不应嘛，就是因为你自己问题呀、啊。还要讲什么？婚姻。改毛病。弟子不要婚姻。不要婚姻嘛，你跟菩萨讲啊，马上就好了呀。婚姻的，一直也没有求婚姻。没有求婚姻，过去就是不好。过去谈恋爱谈了这种东西，像你这种人会是个好女人的。还要我讲啊，我跟你讲话我不能不知道你的气场啊，我不知道你的图腾啊，你叫我看嘛，我什么都看得见，给你面子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改了，太自私了，听得懂吧？哦，否则你的感情怎么会受到伤害了？这还不懂啊？太自私了，听得懂吗？听懂了，师傅。啊，坚强一点，好好的重新做人，坚强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嘛就是过去了，重新开始，天大了，哪容不得下你一个人呢、啊？对不对啊？明白了吗？嗯。哪里跌下去，哪里跟我站起来，那才叫一个学佛人，否则不像师父的好弟子，明白了吗？嗯。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啊、哦！已经给你加持过了，自己好好的把这些毛病全部改掉。你这个你挂了电话，你会重新做人的，我相信。好了，再见了。嗯啊、哦，再见！谢谢师傅，感恩菩萨。嗯，喂，你好，快点啊！哎，师傅你好，师傅你好，快点，快点，没时间。您看一下一个82年属狗的女的。看什么讲吧？嗯，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有，背上。要多少张小房子？54张。她放生多少条鱼？380条。380条。嗯，好，那我今年许愿给他放生10000条啊，那就足够了吧，师傅？要用心啊，听得懂吧？放生不是说，哎呀，我给放放啊，真的没用的，要用心啊。好的，师傅。嗯，听得懂。嗯，这个人是我姐姐，然后不要、啊、我想看一下他那个不要牛啊、哎呀，我给他放生10000条，你有钱，不要这样啊，你要放生是一种慈悲心啊。慈悲喜舍 啊，不可以这么轻飘飘的，明白了吗？嗯，好好，师傅，师傅，我想看一下，因为我姐姐她经常会，心思比较细腻，然后就是想的比较多，然后总会造成自己不开心。嗯，这个是因为她身上有灵性吗？是啊，
不是细腻，那叫敏感，敏感嘛 就是可敏感，忧郁症呀。对对，是有一点。忧郁症呀，明白了。那他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呢？一直念呀，86张。一直念。86张是吧？嗯，好吧。我想看一下他的工作啊，您说，师傅。他过去有缘分的，有佛缘的。他现在已经吃全素了，也是经常做小念小房子，然后读白话佛法。他本来是打算你看一下他的工作吧，师傅。一般。嗯。他这个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吗？可以。我感觉他就是他很有才，但是一直属于那种怀才不遇的，工作换了好几份了，总是不要觉得自己有才，老老实实的。天下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要自己觉得有才怀才不遇了。这个世界有才华的人多得很呢、你有这种心觉得自己老怀才不遇，你说哪个单位你做得好啊？是不要太有，不要太牛啊，没有意思的。比你牛的人，比你牛的人都抓进去了。那这份工作就让他踏踏实实的做下去是吗，师傅？你叫他从小做起，从我做起，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不懂啊？好好的，不要觉得自己哎呀我好像很有才，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好吧。好的师傅。好的师傅。好了好了。我可以问一个亡人吗？快讲，没时间了。贾汉章。汉是什么汉？西北的。汉族的汉。文章的文，文章的章。无色界天。2003年去世的。无色界天，看到。无色界天。很高。好了。师傅，我能再问一个亡人吗？这个是我爸爸。不能问了。好了好了，讲话要算数。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再见再见。感恩师傅，谢谢您啊，谢谢师傅。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